以前是很多师傅会砌石头，后面就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闲下来，我们就会问他说怎么砌，怎么砌这样。啊，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方，哪一部分？师傅教就是讲，你要贴石头以前哈，上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迄款的基础啊，一定要很稳的基础。这款的就属于讲沙石仔土，就这款的沙热土，就这款的，对吧？有石头甲沙南做伙，啊，做伙就包在内底，就这款的上好。就这绝属于这种的，哦，那个都可以。啊，卖个砖头啦，砖头会流失啊，会老啊。嘿，我们现在要定那个桩啊，定桩啊，哦，通讲板啊啦，怕板啊，哦，阿尾。就博爱范围安尼嘿，啊，对我讲，这个水线水线，这包来讲爱绑来底向，因为你操作的时候才不会去压到。爱两条线，哈，两条线你才有基准好看。这个斜度敢那无够。它这个要离差不多一公分，那这个石头要有方法啊。一个问题是，你的手要小心，它会夹人。最好的石头是选那个比较圆的，比较那个。界面比较圆的比较好，不要说片的比较不好。都砌水卷的时候。不一定，这个砌水也是。你要说那个片的哈，整片只要没有很厚，只要一片这样，砌起来不好看。比较圆润的比较好看，它的面会比较好看。一定大家拢爱拄着，袂当有缝隙。以前的时候没有怪手哈，啊，我们搬运石头，搬石头就用这一种东西，最简便，啊，它又好处理，使用的时候很简单，就这样套下去就好了。好，可以，夹内底好啊，夹内底来，唔好搬哦。一条快链条，因为我盖石头啦，我常常在玩石头嘞，
我家里都是很多石头，家里。对，我对石头比较有，对比较干哪，独庄啊，较会喜欢石头。对，因为阿刁就一直很希望能够把他的那个气势的功夫交出去，可是就是说来学的人其实学一两次太辛苦，就没有持续，所以啊，我们村子里面设计的那个工班，因为我们这个叠气势的工作没办法那个每个月都有工作嘛，所以他其实是有一餐没两餐，所以呢也很难留住人啊，那所以现在训练出来大概只有两三个，有一些工作态度不好也没办法成为工班。好，所以遛狗今天看到的那个遛狗就是比较是一直跟着阿刁一起做的，所以功夫也会比较扎实。阿叻，一只画不着啊。哦，再变通啊！啊，无只较大粒多，变废石就较好些啊。啊，做石头，唔是讲为只搬下贴去，你着看石头贴几下咧，啊，再去转，啊，这粒接要安怎下，啊，这粒安怎下咧？你看石头，啥物形状，你安怎贴？安尼吼，安尼都袂使，到这边会使。呀，这粒吼，安尼吼，你定爱下安尼，好无？啊，有诶想讲，啊，你是安怎下向迄边？你若无向这边，因为遮留一个空间来，搁下一粒，呀。你安尼来，遮就变无。你来，你即马是向这边安尼哇，这个寸啊，寸一寸尔，就无空间啊嘿。啊，这条是安尼是向那边，啊，再来过一个空间都是啊。啊，那行较远就袂使对准，一定爱一个前一个后。啊，光的时阵吼，上好这手安尼，有无？有就这安尼，有无？石头若要走去，才你知影，有无？我靠，好。啊，介济人。有的很有意愿想要学，他没有耐性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哦、我石头那还重啊呢，感觉石头太重了。哎呀，我感觉这石头物件就是，看介简单，但是要实际很熟练，还是要要时间啦、要时间才操作。你过去钓看卖，这条，这条，这条破破这条，头上这条，头上这条，这条，这只尾脚这条，嘿，爱剥无？爱搞啊？爱剥？搞哟！啊，爱剥剥了吼，较剥的，卖超过这个宽度啊，卖超过这条的宽度，差不多三寸半，这条伤高，我迄个伤。
这两个，卖收够啊，较歹哦，袂使，较歹，较水啊。哎，再一铺下嘛，可以，袂使。还是袂累呢？袂来得阁上久啊，袂使，要补充，不再需要。看看啊，看一下，好，你来播吧，下来吧。这样就可以哈，看看，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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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如果做像这款的社区的围篱的部分哈，啊，你要考虑到你的那个美观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大部分都是我贴的比较多了。我贴的石头的面是上面比较平整，我是线拉下去哈，收尾的时候就这边换一个刚好，这个换一个刚好，换一个刚好，那个高度啊有没有？那个一条准绳线的哈，到后来就会比较平整。它的功能是挡风墙。以前哦，风太顺，迄、那个风介大吼，一个山咧，啊，落山风落来，安尼移落来，迄、那个草厝拢叫移开，迄条啊拢断去啊。那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这边很重要的历史的记忆。嗯嗯嗯、那这个挡风墙还蛮具有那个代表性的，所以我们就利用那个农村再生的计划，申请那个故宫购料，让我们社区的人。去把它维护起来，好啊！所以我们主要的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墙，哎，然后透过它让大家知道这边会有落山风。一般以前我不知道这边有落山风，但只有这边有这个挡风墙。对对对，啊，其他没，因为这边撞到山比较那个，所以你看这一整面这个都大概都两公尺高。哦，墙诶，墙俩，对啦，弄个几条诶。那个从那个传统的。那个老师傅的观点，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没有看到六个包一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老师傅讲六扎七扎加一扎一等奖。这个是田埂哈，啊，它这个是单面砌哈，啊，它这个是这个田上面这一块比下面这一块多了差不多一尺半了哈，啊，它就是要水平的，就是要砌一个石头，把上面的泥土挡住这样，它不会流下来。所以说这个叫做该注意的拢赶快，嘿，拢赶快，赶快。不过这个没人接管嘛，哦。就是看你的产的落差的需求偌济，都偌济安尼，嘿，啊，应该。伊这是无咧做田，然后做田应该是较悬一丝仔啦，还要做一个田埂，啊挡水安尼，差不多爱15公分左右啊。比起田的田底，吼，后摆止水部分差15公分左右安尼。
这就是拢迄个呢，山的这山的石头，徛袂，都得就无同款，它那个石头就不一样。红土，嘿，还是山红土啊，红土啊，嘿，迄个山顶流落来石头，迄边介是拢安尼，一片一片安尼，扁扁的，嘿，迄个山石头徛的。早起的时阵种迄款的太阳花有无？敢那低波岭安尼，你知影无？迄款的有无？嘿，开到外水啊，啊，即马就无人整理，就变安尼。嘿，伊早较早有人伫整理吼，有人伫管理，即马无人整理。啊，贴起来伊的面就较袂遐水。它的面啊，它的面相不是面相，比较没有那么光滑，没有那么平整啦、啊。嘿嘿，较侪安尼，像这安尼尖尖的有无？尖尖的啦，比较多啊。嘿嘿，这较少，迄边介侪啊，像这种对啊。这是山顶标准的山上的石头，这样，这个你看，较无平整啊，对吧？看敢那拢来来安尼安尼，哎呀、啊。所以有层内底凹起来，嘛有山顶。嘿嘿，那掺杂啦，难着，嘿嘿嘿。啊，这段是啥物当时做的？差不多六年，大概六年啦。我们之前我刚来的时候有好几个老师傅，可是呢，你看十几年过来，其实已经很多都离开了。目前就是阿刁姐是最清楚，身体也最硬朗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把他的技术传出去。所以我们今年也有想是对外招生的，然后我们慢慢把这样的氛围传到我们的下一代，然后要对外嘛，如果可以慢慢搞不好。会有一组年轻的工班出来也不一定，我们希望是这样子的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理想。